我身后啊，就是北京东路的古代遗址哈，就是宋朝的路。他上边儿有介绍哈，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路步行街发现了古道遗址。经过广州市文物研究所发掘，考证古道始于宋代，终于民国。好嘞，我铭记于心，北京路是有历史的，加上现在这些文化，那就是古今往来。跟北京东路合个影。大家好，我大刘，今天我们该回去了哈。时间是这样安排的，先上超市吧，去买点东西。再吃点饭吧，简单吃点饭就开始哈拉着行李箱上飞机场了。今天晚上准备回临沂，先去逛超市了哈。应该是凤梨是吧？10块钱一个。我看一下哈，大多数都10块哟。你看在临沂超市了哈，你买10块的哈卖9.9块，你买100的哈卖99。买20的买19.9块，但他这边哈你都是整数，你看20、10块，我今天看上啊，这块是葡萄，20，比如说这哈密瓜20、10块，买这一车，有糊弄糊弄小孩哈，糊弄糊弄大家说，434.9，我这一激动哈出来才配。跟你说啦，刚才发生什么事哈？我给大哥买完东西以后吧，把相机撂那儿，地洞里走了。到了酒店吧，才想起我相机拉了。我这回来装相机的时候，你服务台给我准的板正的哈。哎呀，非常感谢广州这个超市的服务人员哈。哎，我这出来了，不出来我管怎么得跟在视频里向他致敬一下子，感谢一下子哈。太好了，我此时此刻哈，心情就是非常高兴，非常的激动，真的。哎，你要说要是相机下来，你这趟怎么能来哈？前两天拍那点视频不都废了吗哈？现在相机也找着了哈，非常高兴哈。他这边烧鹅我也没吃过，我得去吃个烧鹅哈，压压惊，庆祝一下。多少钱？要一个招牌烧鹅饭。那得吃。啊，得吃。不得不说，这鹅还是不少的哈。尝尝这个鹅，如果好吃的话，临走的时候买点哈。真好，真好，真好，味真好。挺好，真的挺好，真好。这个烧鹅真不懂。是吧，伙计们、朋友们，我想问您一个事儿，这个大米哈也不好吃，我感觉不应该不是南方大米吧，是不是应该东北大米？我这个话不知道无端无端哈。这个分量我感觉南方人吃更好，放在我吃哈，稍微有点少哈。反正饿，一只鸡，大锅的粥，退房了哈，回家楼。今晚坐飞机回去哈，坐完河南再回去。来的比较早哈，大约还得过5个小时吧，才能坐飞机。俺是9点钟的飞机的，现在还不到4点哈。就是出来这几天哈，归心似箭呀，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什么也不如自己家好。外边再好吃的再多，好玩的再多，好人再多，他也不如自己家的香呀。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狗窝。还得会回去哈，在这边简单吃点方便面吧。俺大哥去买的，想吃吧？这个你要时间长了不吃这个泡面哈，你吃一口那就太好吃了。来吧，这两天光吃粤菜去了哈，咱得回忆一下方便面。
42是吧？两块钱是不是？好，谢谢。拜拜，再见。拜拜。回来喽，到家喽。已经到小区了哈，现在北京时间已经到了10:20了，就是已经到第二天了。到家了，估计人都睡了。上公路那几天哈，俺俩人是一天吃四顿，就是早晨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还有一顿夜宵。夜宵一般就是喝点啤酒哈，形成习惯了。今晚咱也是喝瓶啤酒再睡吧。劳累了一天了哈，喝瓶啤酒解解困，解解劳累，解解疲惫。此次广州之行哈，收获颇多，特别从美食上已经把我拿捏了。虽然这次去的哈没看到什么美景哈，但美食哈足以把我的味蕾及我的哈饮食习惯哈给饮食思路哈都给改变了。谢谢哈，谢谢广州哈，已经安全到家哈，谢谢哈，谢谢这段时间能看我的视频哈，这期视频就到这吧哈，我把啤酒喝哈就睡觉了，拜拜。